因为这个东西比较讨厌，这屁屁瓶盖的周围全部都是一组像锯齿一样的东西，那么就容易发生一个什么的，对取出过程当中的食管的一个损伤。在过去的取的方法呢，都是什么切开肚子把它取，那这个损失就比较大了。那就是靠的内镜呢，就是把先把避孕套送到胃里头去，然后再把这个盖子慢慢的放在里边，套再放在里边，放在里边，然后拿起来抖一抖，然后就像我们平时装东西一样。这避孕套是起到一个外边的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，就是不要像这个锯齿，让它锯齿呢比较锐利的锯齿把这食管给拉上。